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刘涛。哎呀，没有想到今天会以这样的一个方式跟大家见面。对，今天是我的生日，也是大家难得相聚在一起的日子。所以很谢谢你们为了我可以聚在一起，可以一起玩，一起聊聊天。那么我其实现在呢是需要派一个任务的，这个任务就是我要提出5个问题。然后，第一个回答正确的宝宝将会得到礼物，懂了没有？所以你们准备好了吗？我要开始问问题了啊。